我有事要说。什么事？这次所有演习的部队呢，通讯频段都是互相通报的。但是无意间我发现了一个很神秘的波段，一开始我以为是跳频，后来我发现不是那样的，这个波段很明显在掩盖自身的规律。So how are we looking on the data collection? 你知道的，我在维修连待过的，但是在维修连里边，我都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类型的芯片，你信不信？可能是哈维。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不属于演习范围之内吧？不是演习，原理坦克。你这是在向我们中国宣战？钥匙，你掉了。班长，班长。